Hello， 大家好，六十后退休生活阿 Miu 啊，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我哋喺潮州坐车去到汕头食牛肉火锅，之后我哋就翻酒店咧瞓晏昼觉。我哋瞓醒之后咧就再叫网约车就去小公园嗰度行街食饭。喺国内咧，如果你四个人坐网约车系非常之抵嘅。我哋由酒店去到小公园，车费都唔使10蚊，坐公交车每人都要2蚊雞啦。汕头是1860年开埠，是最早设立海关的内地城市之一。小公园开埠区就包括了中山纪念亭和四永一星坪整个的旧城区，俗称为小公园，是数千栋富有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群建筑物。海外的潮商华侨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就斥巨资建成的，总面积就有72.3万平方米，见证和承载了汕头百载商埠的历史，成为汕头老城的核心地标和文化标志。汕头在1918至1922年期间遭受大地震和风灾，无数的房屋受到破坏。在2013年，汕头市就提出小公园开埠区保育活化工作，在2014年6月就开始逐步为小公园开埠区进行修复工程了。大家刚才看到的照片就是我在2014至2019年期间在汕头旅游时拍摄的，未经修葺的小公园开埠区，大家仍然可以见到历史的痕迹。我们在小公园落车之后就步行去到老妈宫，经过修葺和加上灯饰之后的老妈宫显得更加庄严华丽。在老妈宫对面就是吃粽球的店铺，但我记忆中我们平时吃粽的店铺是在巷仔里面的。对啦，元老店在这里嘛，但外面的店员就强调已经搬到去外面了，不在里面营业。但是我们仍然走入去行一个圈，发现里面的店铺不是没有营业，而是另外有一间叫做小公园老牌粽球。我们沿着小巷行一个圈之后，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就是在这一间吃粽球的了。在他的店前面有一块黄牌红字的告示，告示上面讲因承包30年期满，店名归还公司，原老妈公总头老师傅们自主经营小公园老牌总头，现场制作，传承传统味道。但最终我们都是选择了在老妈公对面装修得很漂亮的店铺吃粽。它们有不同款式的粽，里面有不同的馅料，有些其实一只粽里面有咸有甜，或者有些是纯咸或者是纯甜。我们就选择了一只鸳鸯粽和一份猪肠糯米。鸳鸯粽吃的时候就淋上蜜酱，糯米就很软糯，里面的馅料有咸有甜，加上甜甜的酱汁，吃落口咸咸甜甜，不是我喜欢吃的一款。糯米酿猪肠，顾名思义就是在猪肠衣酿有花生馅料的糯米，将猪肠切片淋上吉油，再加了少许的咸酸菜，糯米就很软糯，馅料也很丰富，除了花生还有冬菇和菜脯。吃完小食我们就走入小公园开埠区的中山纪念亭文化街区，现在是星期五傍晚的6点半，街口有些店铺都还未开门营业。再走近中山纪念亭，游客就较多，店铺都是以贩卖小食和特产手信为主。修葺之后的小公园再加上灯饰是较以前漂亮，不似得以前好像废墟一样，但是就少了一份亲切感，商业味就很浓厚。唯一令我有兴趣去行的就是这一间店，他们门口就摆着一些旧的家具，例如我小时候用过的打字机。妈妈，我小时候吃那些。老公，你细个玩的阿叉，哇！呢款游戏机你有冇玩过啊？呢啲润肤膏番碱以前喺四舅父嘅南货铺有得卖噶。飘香小食店。以前咧，我哋翻嚟汕头就必定会帮衬去食潮州啲果品嘅。其实除咗中山纪念亭附近街道比较热闹之外咧，再向前行，其他的环街游客人流都很少的。在小公园里面就以小食为主，正正式式吃晚餐的地方不多，大部分鱼仔档的价钱都拍得住大酒楼。我们在高德地图寻找美食，找到4年前我们曾经帮衬过的肥姐海鲜大排档，它间店铺都挺难找的。在中山纪念亭出发，沿着安平路直行，见到保安亭，右转入小巷，
入到小巷咧，你会见到一个放满咗潮汕生腌嘅雪柜啊，雪柜里边咧有丝蔭啊、山蝦啊同埋蟹。行入屋仔咧，有另一个雪柜，上面放满咗唔同种类嘅海鲜。呢、这个可以诶椒盐啊，系啊，生椒啊，佢话是啦。啊，呢、这个都好食嘅，呢、这个椒盐泥包。公仔炸呢、这个，我一份。嗯。佢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煲仔菜啦。啊，仲有呢、这、一个丝蚬，好耐都冇食过啦。肥姐咧仲介绍我哋食鱼扑炆水瓜。佢話好味喎、哦，肥姐嘅餐廳就冇豪華嘅裝修，但係地方咧就算為整潔啦。我哋就坐喺佢平台外面露天嘅地方，就較為清涼。呢、这、一個係豪樂，喂，其實我哋唔知幾多錢嘅喎。唔知㗎。係啊。好似我李元門咁啊，嚟頂幾元啦。係咯。呢、这、一個豪樂是落有好香嘅鴨蛋味啊，所選用嘅蠔咧非常之飽滿。因為佢嗰個做法同香港唔同㗎嘛，香港就係炸得好緊。點解佢炸得唔好？呢、这個牛河，嗯，濕炒嘅牛肉都多喎，係啊，甜嗬，好少咧，食嘢唔問價錢嘅，好滑可能又夠好，又好熱。佢係俾沙爹醬嘅，面頭嗰啲咪沙爹醬咯。哦，我用山茶醬炒嘅，整體好味，啊佢會落番茄喎。呢個普寧炸豆腐。哇！呢個普寧炸豆腐炸得好靚喎，咁啊配咗有個鹽水韭菜，嗯，呢個典型配搭嚟嘅，嗯，佢嘅滑嘅裏邊，裏邊又好滑，出邊脆，裏邊好似豆腐花咁嘅，嗯，哇，好大碟下喎，幾多錢咧？唔知啊，點錢啊？青瓜炆魚飄，嗯，冇錯，嚟試下先，大片糖一定要㗎，講。我真係好少喎，好少特登買個魚撲咧，然後跟住炆喎，真係有啲食花膠嗰個感覺喎，好正喎，佢好厚身喎，係啊，細細粒，但係佢好膠喎，呢只叫做沙椎，潮州人最中意食嘅，係啊，即係好多潮州人中意食嘅，你又打啱佢喎噃，佢醃鹹咗嘅應該有，嗯嗯，喂，中間條骨可以食埋，少少感覺幾食。佢卜卜条条，哦，呢、这个系丝蚬，佢系揾咗啲热水淥落去，淥落去，咁咧令到佢又微微张口，咁就食啦嗱，咁啊，冇嘢俾我哋点嘅，冇噶，正式嚟讲系冇噶，系啊，系啊，就咁样食啦，嗯，哇，好鲜味，好鲜个象蜜蚌，比象蜜蚌更加鲜味，咁犀利，系啱啱开口就够噶啦。啊！啱啱開咗口，啱啱開佢，有少少血水噶，仲有少少血水，系噶，系要連呢啲都食埋嘅。哦，補血嗱，呢個開咗咁樣咧，仲有啲血水噶。阿媽好驚啊，叫我唔好食呢汁喎，爽脆嘅，咬落去，系啊，啲肉爽甜嘅，系啊，又甜又爽脆。我有記憶食係喺香港嘅咧，就係我奶奶未過身。即係好多年前噶啦，過時過節嗰陣時候咧，大時大節先至會買嘅。係啊，先會買嘅。咁呢個幾多錢？我哋又冇問。你哋真係豪啊！你哋我哋金餐好豪啊！我哋食咩乜都唔使問。一陣要佢寫翻話翻俾我哋聽先。呢、這個絲蔭50蚊，炸普寧豆腐30、30、35啊。呢、這個80，呢、這個65，呢、這個40。我哋今日四個人食咗六個餸，埋單咧就280蚊。我哋咧都覺得今餐食得好抵啊，又好味，尤其是個魚撲，同食花膠冇乜分別啊！潮汕旅程嘅第三日，我哋喺汕頭住嘅酒店咧就係包早餐嘅。早餐嘅款式係非常非常之少，但係你想食飽咧係可以嘅，有兩煲粥俾你揀啦，同埋仲有配菜。如果驚仲未飽咧，可以食粟米同埋炒面，仲有雞蛋，有兩款嘅蔬菜可以選擇添，仲有菜肉包啊、饅頭啊，一定食得你飽啊！我哋全家咧都好中意行街市㗎，
而住的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大的菜市场，所以我们在出发去玩之前就来这个菜市场走一下。这个菜市场除了蔬菜便宜之外，也有很多冰鲜鱼卖。你看看这么大条的大眼鸡都只是18元一斤，牛秋鱼15元一斤，大大条的池鱼都是16元一斤。我哋最终咧就买咗一啲花生糖，就由酒店出发，坐网约车咧就去确石风景区，车费就24.6，途经确石大桥。呢条路咧就可以通往广州啦，同埋潮汕南部嘅城市嘅。大概20分钟嘅车程咧，我哋就到达咗确石风景区嘅入口啦。这个风景区有两个景区，一个就是塔山，另一个就是艳峰。我们首先就是经过塔山的景区，景区里面刚刚进行一些修缮的工程，但亦无阻我们欣赏湖光山色。如果你想登山游玩的，就可以坐缆车，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山顶了。山顶上面你还可以远望确石大桥和对岸的汕头市，之后就坐返滑道返返去山脚。今天我们就选择慢慢走上艳峰景区的门口，途经桃花涧湖就见到一班当地市民就在湖边里面做运动，另一班老友记就自备台凳茶水在那里叹紧早茶。我哋再向上行，大概5分钟到咧，就到达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啦。艳峰景区入口对面嘅老五饭店，佢系我哋每次嚟到确石都会帮衬饮茶食饭嘅老地方。佢冇豪华嘅装修，但系坐低喺岩缝下边，吹住微风，饮住茶，感觉就非常之惬意啦。我哋今日咧就点咗一只活鸡，老板咧就立即去园里边咧杀鸡，同我哋预备我哋今日嘅午餐。十二姨咧就喺车仔档度买咗两碗口感似豆腐嘅豆腐花。老公 Sisa 就好惬意咁样喺度冲紧佢嘅功夫茶。我哋咧就坐咗喺树底下边饮茶剥瓜子。我哋今日选择用餐嘅地方咧就喺呢一个树底下边啦。哇，咁快我哋嘅午餐已经准备好啦！200元一只嘅鸡就煮两尾，半只咧就冬菇炆鸡，另外半只咧就系煲鸡粥，仲有点咗菜脯炒蛋、清炒凉瓜。真心佢材料系好嘅，但系厨师嘅手艺咧就一般般啦。只鸡就煮得太老，味道咧只系有咸味。而菜脯炒蛋的菜脯比我手指头还要大，炒凉瓜呢今餐连茶钱开炉费埋单340元，如果不吃鸡价钱会便宜一点，但最重要的就是它味道真的一般般，下次我们再来可能真的要选择另一间食肆了。吃完饭我们就沿着山路走到去山脚的巴士站，坐11号巴士返返酒店瞓晏昼觉，黄昏才再出动。期间巴士途经我哋琴日去过金平区、小公园开埠区同埋金凤潭。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下集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买卤水鹅、食下午茶、去步行街购物行街。
第四日我哋嘅行程咧就系去南澳岛一日游，买南澳岛嘅特产啦，喺鱼排上面食海鲜。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呢条片咧，就俾个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出去。如果你未订阅，快啲揿订阅掣，同埋旁边嘅小钟仔啊，我有新片你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噶啦。好，我哋下条片一齐就去南澳岛度吃喝玩乐啦！